嗨，各位娱乐达人，今天咱们的女神林心如竟然穿上泳装大秀好身材了，这一事件简直就像一颗娱乐炸弹，瞬间在娱乐圈和粉丝圈中炸开了花。平日里优雅端庄的林心如突然以性感泳装造型亮相，那画面简直不要太惊艳，她就像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人鱼，美丽动人又充满活力。那泳装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身材曲线，该凸的凸，该翘的翘，让大家直呼女神就是女神，不管什么造型都能轻松驾驭，简直让人大开眼界。不得不说，林心如这次的泳装造型不仅展现了她的美丽外表，更展现了她的自信和勇气。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，她始终敢于尝试新的造型和挑战自我，让我们看到了个不一样的林心如，这种精神实在是让人佩服。怎么样，你是不是也被林心如的泳装造型迷倒了呢？快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感受吧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女神的下一次华丽变身吧。